主料：海兔仔250克，蒜苔1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酱油、白砂糖。料酒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蒜苔切成段，海兔仔煮熟，油热后放入酱油，放入蒜苔翻炒，放入海兔、料酒、糖、盐翻炒，关火，装盘。烹饪技巧：大火炒，炒的时间不要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CN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